但是外面看不到我，所以我很喜欢这个。然后到晚上我再也不用叫工人 Can you please close all the blind， 八点的时候我的 blind 自动全部都关下来。所以这个不只可以 set 三个时间，你什么时间需要什么你就可以 set， 那它自动可以帮你做，只要你也不用按哦，你这样 set 就可以了。所以我在国外或者我拍戏很忙的时候，我根本不用担心，我不需要打电话回来叫我的佣人或者叫我的孩子做些什么。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方便。然后当然除了这个，它是有一个 remote control 的，这个 remote control 非常好用。然后我可以 open， 你看哦，你看我身后全部的 blind 就可以开起来的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方便，然后我非常非常的喜欢，非常的满意。